重奏的管乐团，我们先来一个暖场。我们首先先欢迎他们，先来介绍一下他们。我们请张团长，我们掌声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华青年管乐团附设的校长，公共重奏的团长，我叫张登祥。那在我们开幕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坐下来前面，好好欣赏我们的音乐会。那我们接下来带来第一首曲子是《法兰斯朱尔》，这一首是一首马戏团的开场的一首曲子，非常热闹。那我们来听听看，谢谢各位。谢谢热烈的掌声，我们请志工伙伴们也往前就坐，尽量往前就坐，引导我们的贵宾往前面就坐，麻烦我们的志工伙伴。那在开始之前呢，先提醒各位一下，就是我们这边是一个室内的展场，那我们的音乐开始之后呢，请大家安静的欣赏，谢谢各位。Thank you.
场。那这首作品呢，很适合在火步道旁边这边演出。那刚好这边有这个画展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首宫崎骏的作品。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。Thank you.
那接下来要带来一首李医师的乐章，这一首是宫崎骏所谱写的一首曲子，一首电影配乐，是一个有时尚啊，所以我们经常会把有时尚跟宫崎骏搭在一起。那这首曲子也是那个要所编的，谢谢各位。好，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演出。叫做《Eagle Prayer》，谢谢各位。